早上啊，依家呢，我要俾我嘅小狗狗狗食嘢啦。好的，今天呢，就是拍一个关于大家都很好奇的，我一个人独居的时候都会做些什么。自从真的是一个人生活了过后呢，就发现到生活上大大小小的事情呢，其实是还蛮多的，都是自己必须要去完成的一些事情。但是我觉得慢慢渐渐已经是习惯了，刚好这也是就是一个机会让我去学习怎么样去生活，怎么样去照顾自己，怎么样去照顾我的毛小孩们。也是一个能够好好的去跟自己独处的一个机会吧，对，能够增进自己，也能够让自己就是不要这样懒。顺便就给你们介绍一下我平时每天早上都会喝的保养品。这个 Hermahim 呢是一个我朋友介绍我的，然后也是蛮不错的一个产品，因为它是能够帮助我让我的气色变得比较好。然后还有这个是 Regine， 这个就是我们女性的一个内调保养品了。还有这个我最喜欢的维他命 C， 是可以帮助我去淡斑淡掉那些痘疤，它是酸酸甜甜的，就很像是糖果这样子。现在就到一个每一天都必须要做的事情，这样就是清洁脸。这个呢就是我用的一个洗脸仪啦，它就叫做 Foreo Luna Mini 3。 我们脸部的每个区域的肌肤的厚薄度呢跟油脂分泌都不一样，所以呢这一次 Luna Mini 3就新增了这个记忆分区洁颜的功能，可以定制化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清洁强度的同时，以后就是也不用开 apps 都可以直接使用。使用的时候按一下就是我们平时选择的模式和档位，它的操作是非常简单，你就只需要去到它的 APP， 然后去连接跟着它的那个指示去做就可以了。这一次升级版呢，它有强化了它的刷毛的部分，就是它比之前还要更柔软，在清洁脸部的时候呢，它就是不会去伤害到我们的肌肤，所以蛮适合敏感肌的人使用。这个洗脸仪呢，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那个功能，它只需要短短的30秒，它就可以快速深层的清洁我们的肌肤，对于我这一个又懒但是又想要去保养皮肤的人最适合不过。它的机身呢包括充电口呢都是防水的，所以也不用担心它就是动到水就坏了。这个 Luna Mini 3它清洁力度确实是很好，但是呢一周就建议大概清洁两三次就好，不要天天使用。我本人是蛮多那种黑头粉刺的，所以我一般用了过后呢我就会 feel 到减少了很多，还蛮推荐这一款洗脸仪的。如果你们有兴趣，我就放那个链接在 description 那边，你们就自己去了解啦。洗完脸整个脸就是好干净啊，好爽。所以现在我要上我的护肤品，皮肤洗干净自然你的皮肤就会越变越好。我一没有保护好我的皮肤的时候就是这些状况又来了，所以清洁的这个部分真的是很重要。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洗脸仪，是因为它有那个震动的功能嘛，它就是可以帮我们深层的去
清除掉那些我们在里面残留的那些细菌啊，那些灰尘啊，那种你看不到的那些东西都会帮它清除掉，就跟你平时洗脸起来是有很大很大的分别的。我没有办法否认住在公寓的确是一件麻烦的事情，因为你收包裹就一直要上上下下。然后呢，就今天我想要测试看看，就是我出去的时候简历都会在做什么。今天的午餐呢，就点了这个 fish bowl。我呢就会比较少煮东西啦，目前因为我的厨房还有我家的设计都还没有完全好，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东西，所以我就只好点外卖咯。其实在 KL 生活，的确是一个开销非常大的一个事情，但是这也是让我就是要好好努力去赚钱的其中一个动力，要有更好的生活就要更加努力去做工。对我最近都在想哈，我想要取一个绰号给你们，就是说，不知道取小香小香粉，还是说，你们如果有更特别名字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。OK， 所以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